公元前135年，窦太皇太后驾崩，汉武帝开始真正掌权，施展自己的抱负。他通过推恩令和平解决了封国对中央政府的威胁，汉初分封与郡县并存，并酿成吴楚七国之乱的政治格局正式结束，大一统的时代终于来临。除了解决封国问题，武帝还严厉打击地方豪强和游侠。这期间，功劳显赫的外戚老臣窦婴却因此被牵连。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？